又分明案，街头表演惨遭欺负。冰箱对后门，后门就是这案子漏，没有什么乱花钱啊，可是还是没钱。街头表演是在澳洲，就有两个澳洲人，前面就是放了吉他盒，有一个就这样用力的这样一踹，我的零钱盒就这样踢翻，好不受尊重啊。对。